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右太汽车商会财务长方伟成。咁我亦都係喺龍華汽車有限公司度工作嘅。今次我哋右太汽車商會搞呢個活動嘅目的咧，就係希望更多可以愛好揸快車啊嘅朋友可以參與，同埋有好多商機可以加入嚟。咁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嘅機會俾各界嘅朋友嚟玩呢個賽事啊，或者係參與呢個賽事咯。我叫 David， 好高兴我代表我的公司 King's Auto， 就好高兴参加香港右太汽车会嘅珠海嘅交流日。我哋公司咧就 Golden Wings 咧就喺香港就有17年嘅历史啦，对汽车都要好有信心，唔止系汽车，做汽车零件都要好信心。希望系以后嘅将来，希望各界朋友、各界老细就多多关照。我哋一定系尽力，或者全身全力去。做得更好，喺將來都希望就要睇會舉辦呢啲多啲呢啲活動，我哋會多啲合作，俾多啲機會我哋。今次咧順便我介紹咧，我哋右太汽車商會嘅永遠榮譽會長方子強先生。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啊！今日咧就好高興參加呢個香港右太汽車商會舉辦嘅珠海賽車場嗰、那個。舉辦嗰個活動，咁希望咧大家咧玩得開心啦嚇，咁亦都希望香港右太汽車商會咧每年都會搞起碼一次搞呢個活動，咁今日咧我頭先咧亦都出去試咗車嚟啦，係嘛？我都係去遊車行嘅啫，係嘛？咁大家自己要安全第一，玩得開心。咁好多謝各位今日咧嚟臨參加我哋呢個右太汽車商會嘅比賽，咁亦都好多謝好多贊助商，咁支持我哋，亦都贊助我哋呢個活動。咁其實我哋搞呢個活動咧，變咗係雙贏嘅。哦，哇，好開心啊，好刺激啊！今次咧，右太汽車商會咧搞呢個track day 咧，更加令你啲會員咧嗰個友誼咧就可以更加親密，同埋可以傾多啲。咁希望藉此今次嘅呢個活動咧。以後咧，右太商會咧就多啲人咧就嚟參加，同埋成個團結可以多啲力量，可以做好啲。Okay. 多謝Peter 會長。冇講，真係好多謝大山，佢次次咧右太商會有咩活動咧，佢都好支持嘅。去高爾夫球啊、賽車啊，任何活動啊，好多
都支持我哋嘅商会嘅，真系好多谢大山，真系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